好啊！系啦，嗱，今次你呢个组合带啲咩歌俾大家呢？今次好特别啊！我哋呢个组合系我哋咧唱一首咧就系 Beyond 嘅经典作品，系《海阔天空》。大家唱，大家应该识唱啦，系因为你哋中意啊，一齐唱。都系嗰句啦，识唱嘅朋友一齐唱。唱好，将个时间交俾你哋三位。好。我哋呢個組合咧都係第一次咁樣三位一齊合唱，好 rock 喎，其實係咯，點喎？不約而同地夾咗呢度，企近啲嘅使唔使？夾邊上啊？今天我寒夜裏酷雪飄過，懷著冷卻了的心窩飄遠方，風雨裏追趕。雾里分不清影踪，天空海阔你我可会变？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。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，不知不觉欠欠他心里爱。原来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。背弃了理想，谁人都嚟緊買飛啦！嚟緊你哋嘅演唱會係五月十三號，係啦，將會喺 Star Hall 度舉行嘅。咁買飛嘅日期就係三月嘅24號。咁早上10點咧就去到網上咧 Hong Kong Ticketing 嘅網站啦，就可以撲飛噶啦！大家千祈唔好錯過，支持今晚中年好聲音嘅朋友，好唔好？多謝各位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嗱，亦都提提啦，亦都多謝。